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青偶像女团七朵花虽早已解散，但成员私下仍会相约聚会，感情相当好。赵小乔则晒出与陈乔恩、赖伟如、屈明杰团聚照，四人合体引发热议。原来四人相聚是提前庆祝赖维如33岁生日。照片中，赖维如戴着红色棒球帽，一手遮脸甜笑，另一手捧着只有掌心大小的生日蛋糕。赵小乔开心在脸书写道：“知女明星只能吃这个尺寸的蛋糕。”语气些许透露为保持好身材的无奈。不过四人对着镜头灿笑的脸庞，仅略施脂粉，脸蛋似乎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。陈乔恩左一，赖维如左二，赵小乔左三，与屈明杰左四。左四人合体翻摄自赵小乔脸书七朵花时常团聚，翻摄自赖维如脸书七朵花2004年出道，如今已解散，乔杰利。